真心为您把关 SUM 里程保证我承诺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天跟各位介绍的话是这台2014年总代理的1200。先从外观开始介绍，首先可以看到它二幅式的一个水箱护罩，那我们再来看到它车身，它搭载的话是17寸铝圈，然后它是 PS4 的米其林，而且才刚换没多久而已。那我们再来看到它车身，这个颜色哦，相当的低调又沉稳，然后又耐看。我们再来看到它车尾的部分，它后灯哦相当的好看，然后这里有一个中华辨识的 logo。再来介绍它这台的内装的部分，小改款的一个新形态的一个方向盘，可以看到它的音响快播，还有一个换挡拨片，它的手刹车是在这里，脚刹车做一个收放，可以看到左手边一样正负两格的第一式的电动座椅，电折的部分，还有自动头灯，下面还可以看到一个感知变速的功能，然后方向盘的四向的调整，重要的部分，我自己本身最喜欢的话就是像这种的复古式的时钟，那我们再来往下看，还有一个双驱的。气氛相当的棒，内装相当漂亮。这台的里程数，本车重点87000里程，做一个保证。我们来，你看它有一个天窗的部分。对我们这台2014年1200有兴趣的朋友，赶快找我们冠达汽车阿璇下车吧，拜拜。实在就是 SUM。